我们来到了红帽桥喝红酒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咖啡店喝红酒，而且喝什么红酒？而且这个荣幸啊，第一个我讲这个是叫做 Sherry 的 ，Sherry， 还有什么 Sherry，Very romantic， 没有钱的人就是来咖啡店喝。太棒！你在做什么啊？我第一次来到咖啡店喝红酒。No wonder 我觉得很香。全部都是你的。不可能，哇，你看，不用上电视节目了，现在我们上 YouTube 就可以介绍。然后美食。A Star 的咖啡店和帽销的话，如果你听到我的这个，你喜欢我这个广告的话。你可以去 check 到以下的这个 email 啊、email website 找得到我。现在在做 audition， 未来的这个老婆会不会为他的这个啊下健身啊穿？哇，很好，看他的这个脚哇，漂亮哦。不错嘞，这个模特不要叫他笑，他一直会笑。有可能他是笑的。哇，你看，还有那个风扇这样飞 ，MTV， 你看吹耶，快点，孙燕姿的歌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何小姐吃河粉之后是如何的。哇。请你不要发出那种不应该看的表情。This video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young. If you are under 18, please. 不要摇头，不要一直摇头，警察会抓你，不要让他摇头。卖油，卖油，卖油，卖了燃油哈。妹妹，如果你在看这的话。你要永远记得，哎，我在拍了，在拍了，大哥是队友，他知道什么是大哥是队友。我刚刚就说很好吃，要找妹妹来吃，你说什么？哇，好疼妹妹哦！哇，真的，妹妹就是队友，真的。妹妹，我对不起，真是。哦，再次拍了他妈流口水。其实我不是喜欢很喜欢吃鱼的，因为我小时候被鱼粉到了，所以我就很怕吃鱼。嗯，我很喜欢吃鱼的。我知道你很喜欢吃鱼，所以我陪你来吃。我只知道吃一种东西，你们发现也是找不到。我很喜欢吃蛇。龙骨。我是老板不在的时候，我都会去吃蛇的。我相信你们都是这样。没有，我们在老板。我们先不要去哦，别走，我们来停车等他。